我这数值33可以进。我吃，哇，数值100贝尔克进。我吃，我全部吃完。白雪，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能吃出火焰特效的人，你肯定能去最神奇的世界。耶，太好了！用数值兑换盲盒进神秘世界了。我要去盲盒。数值不够，你只能选木盲盒。不要，不要就离开。大宝，你别耽误别人要啊。贝尔，你除了金盲盒，其他都可以选。我要银盲盒。白雪，你呢？我要金盲盒。大宝，你要不要？要。大门一开，大家进吧。进。哎，白雪的金盲盒，我抢！哈哈，神秘世界，我来了。老师，大宝抢了我的大门还有盲盒，现在就只有木门了。我不要进木门。白雪，还有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，不过你要将它唤醒才行。没问题，大门，你快帮帮我吧。我来了。哈，谢谢你愿意帮我，我进去了。欢迎来到王者耀耀世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这竟然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世界，太棒了！交出你手上的盲盒，来解锁新人物。给，解锁不成功，我闻到了欺骗的味道。不好，难道发现是我抢的了吗？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盲盒的？我自己赚到的。才不是，我是被他抢过来的。好啊，大宝，你给我离开这里！谁来救救我？我害怕。大宝，我来救你。绳索，去。白雪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这是因为我到的世界是仙侠世界，我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凡术，还可以学到一点魔法。哦，太厉害了！早知道我就不抢你的了。欢迎来到武魂世界，交出你的盲盒就可以测出武魂了。给，兑换成功。我看看你的武魂是什么。竟然是只兔子，太可爱了吧！武魂世界可真好。我们回来了，白雪贝尔，你们还喜欢自己的世界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错了。我因为抢了白雪的金宝盒，所以被赶出来了。我什么也没有得到。谁让你这么调皮呢？大宝，你知道错了吗？我知道错了。老师，我能再选一次盲盒吗？我想再重新去一次。可以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新的盲盒，你说你想选哪个？我要选那个红的。好，你进去吧。好嘞。大宝，欢迎来到斗罗沙滩，交出盲盒，我就可以给你斗罗沙滩最厉害的法器。给你。感觉到这是抢来的盲盒。大宝，我不能给你兑换法器。不是的，这次是我自己选的。谁能给你作证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快给我作证吧，快发送111告诉姑姑，这不是我抢来的吧。